我是刚刚的时候长的2014年8月1号半夜咯，1:29刚一点半所拍的是花莲的中华路平交道，因为昨天还前哎，昨天的我们还去那个田浦，待会儿去看一下田浦，对吧？田浦火车站，所以就顺便看到这个平交道真的很赞呢，对吧？没有单线平交道，我的听说是华东单线平交道。你知道这个平交道更酷的是，这边哦，这边这两边都有一个杆子，然后这边有一对杆子，然后这边一条小路又一对杆子，然后一个杆子这样。好，路线那个嘛，咱们都定不到这个。我觉得可惜的是，这边很好拍，但是单线的太可惜，对吧？我下面的马咱们都定不到这个，就那，拜拜。啊，对，这边是那个花莲南边。这边是花莲的北边，就往北，然后这边往南，然后下面个嘛，咱们这地我们到这往南，还有个小房，啊，栅栏房了，然后之类的。